先去考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到天空的清澈、空旷。那烟雨朦胧的时候，这个能见度啊就会比较低。我们呢，心里的天空。其实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平时呢，很多时候都是活在念头里边。不知不觉，似乎这个念头就是事实，这个念头就是代表着我的存在。以至于我们深陷在念头之中，念头也就成为了我们的一切。除了念头以外，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更加空旷的、清澈的。心灵空间，于是乎，我们看不清楚念头，被念头左右，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心理的常态。我们如何才能从这个心念的库流中脱身？不要让我们的心跟念头粘得不要那么紧。那就是。我们要通过发展觉察力。当然，另外一方面呢，首先我们是需要把我们的心带回到当下，不要总是活在一种意识的瀑流里。那意识的这条河里，随波逐流。我们需要从这个河里边爬出来，
我们需要坐在岸上，我们需要坐在山上，我们甚至需要坐在虚空中，来看这个训练的库流。当我们只有从这里边爬出来，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活在一种觉察中、觉知中。我们才有能力跟念头保持一种距离，我们也才有能力感受到我们心的这种空旷和无限。那么这样的一种觉知的力量，我们是需要去开启。为什么说开启呢？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清明的心，我们每个人原本都具足，它一直都在那里，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。就像这个蓝天一直都在那里，就是因为这个云雾，所以才遮蔽的蓝天。所以我们需要去获得这种能力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在这个觉知的层面，我们的生命会更加开阔，更加无限，更加自由。而在念头的层面，我们的心是会变得很狭窄，我们是不自由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去获得，通过禅修获得的这样的一种能够跳出这个心灵库流的一种能力。不被念头左右，能够认清念头的虚妄，其实这是我们迈向 觉醒解脱的非常重要的一步。